起发财。好看的球赛千百场，最稳的单就在我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有求必应的足球小馆长，今天带来欧罗巴分析曼彻斯特联对战阿斯塔纳。曼联队上周末在联赛中1-0击败莱切斯特城，拿到了本赛季第二场胜利，排名也上升了第四位。客队阿斯塔纳今年没有闯入欧冠正赛，球队只能参加欧罗巴资格赛，队伍近期状况较好，整体晋级路程还是相当轻松的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球半两球，显然对曼联不利。考虑阿斯塔纳是一支防守坚韧的球队，本场客队值得追捧。本场推荐阿斯塔纳加1.75，公推时间较早，数据难免发生变化。想要获取更多稳单推荐，可添加馆长私人微信 life176666，微信 life176666。